你可有日子没来了。我姑娘可找着对象了，你姑娘呢？我姑娘还没找着呢。是不是条件太高了？你姑娘好不好？条件怎么样？没有谁再比我姑娘条件好的了，怎么就没找着呢？为什么就没人看见她好呢？难道他们的眼睛都瞎了吗？你想看大仙儿？今天行吗？你想算求火，算算吧。要是跟求火合适，我就跟他凑合吧。多多，嗯，有件事儿，我想告诉你。嗯，其实我挺喜欢求火的。你不会真的想跟他结婚吧？我知道他一直很喜欢你。你要是喜欢他，我不拦你；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就放开吧。心如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是我不好意思。多多，其实。我特别怕你，我特别怕有一天跟你成为情敌。谁要是做了你的情敌啊，那就输惨了。我输不输，不在得没得到。我一直都认为你是赢家。是赢家吗？现在我连求火都没有了。你恨我吗？是失落。朋友一下子都没有了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就是昨天在家自己摇了一罐，我那天在路上买了本卦书，书上说我今天就没什么运气，我是想找大仙看看。要真是呢，我就再也不折腾了。雨雪满途之卦，雨雪满途者乃是一行人，
到了半途之中，先雨后雪，泥泞难行。看看看，这可是书上说的，今天坚决不能出门，多准呐！特意提醒我不能出门，你说他怎么知道的呢？啊？啊，老段，咱俩玩游戏吧。反正今天我是坚决不出门，不去见那人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想看游戏结局吗？咱俩打通关吧。不玩。不玩拉倒。看电视。不是那么入流的东西，这样的话呢会感觉不好。因为其实我觉得，很。你干嘛呀？很不错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传明堂就要带大家去上海话剧中心隔壁新开的一家家具。在这次的家具，各地多位设计师的作品，由美国设计师设计的餐具摆设。你为什么总跟我作对？你答应过见人家。我见了人就跟我结婚吗？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是怕将来就我自己了。那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在一天，我就出去找一天，行了吧？这下。你满意了吧？不管我在不在，你都得保证去找，直到你找着了。Yeah!
你，我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我怎么办啊，爸？爸，我求你了，爸，我求你别扔下我。爸，我求你了，你醒醒吧！爸，没有你，我以后怎么过呀？爸，你别扔下我！我不都答应你了吗？我不都答应继续找了吗？爸，爸你醒了，爸你醒了，爸，爸你醒了，我不跟你了，不跟你了，哥，以后好起来我再跟你了。一周两次见面，行了吧？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拉钩就是拉钩，懂吗？
你想看结局？我打通关了，你是不是就能好？爸，你不能骗我。就行了，你自己过好了，我就知足了。you
少刚，我走了。我接拍了一部电视剧，明天就要去上海了。钥匙我已经留在物业了，这是你的家了。别忘了这个。老段，写错了，你写成30万了。没错，就是30万。这30万，等我老了动不了了，你就去找少刚要，让他还钱。他要是不还呢，你就去告他，把房子要回来。这本来也该是他给的。您这是等哪辆车啊？你还没走呢。老段，箱子后面。
就坏吧你。给你，咱们钥匙已经下来了。你呀，是个有房的人了。爸，这不叫骗你，爸真的不是为了给你腾房子才来这儿的，真的不是为了你。喂，生日快乐！我生日蛋糕呢？明儿我们考试，蛋糕明年吧。孙雷雷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。你还走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吧。晚饭我请你吧，蛋糕是来不及了。算了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嗯。Thank you.
爸，你知道你跑起来特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特像一只老狗熊。喂，秋虎，我的接风大宴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就等你了。没有秀色，我可不去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少说给你准备了六个男佳丽供你选择。不好，我不要。我知道，你这不是不行，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小心我转身就告诉心如。哎，我说，你还真找一辈子。找不着，就找一辈子。你现在过来吧，等着你呢啊。秋虎，我都到了，你们快点儿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等秋虎呢吧，他来不了了。听说你这一年很疯狂啊，经常五个五个的接男朋友，所以我怕第一轮赶不上，给了秋虎一年的供。季晓东，谢谢你，我们并不合适，一年里我已经谈了两次恋爱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最害怕复杂。秋虎可没跟我说过，哪两次恋？杨欢欢还好吧？不太清楚啊。我只知道，我找了你一年。从上海到北京，从大连到南京，大半个中国我都跑了。曲多多，
你觉得我们俩不合适，是因为老段吧？因为我们他走了，所以你怕碰见我，一碰见我就会想起他，对吧？是小虎告诉你的。他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。那秋虎的话，以后你可以当屁听。不是秋虎说的，而是你爸。他跟我说，我们俩是一路人。他让我好好照顾你。好，不想先看一看？秋虎跟我说，你爸交代过，蛋糕一定要让你先看一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问题，干嘛？先高点。这样啊？啊，这行吗？行吧，行吧。先来点，先来。